接下來為你介紹的是這個香港傷健協會，他們聘請了10名殘疾人士，職位包括有活動助理、文職，跟著有這個明愛醫療，他們就是經營健康麵包製作和零售服務的。來了，都前面跟大家 say 個 hello 先，可以留台下繼續講。接著繼續為你介紹有康融服務有限公司，他們就是聘用殘疾人士 提升呢一個手語嘅地位，同埋策劃同埋推廣各類型手語嘅活動嘅，跟住曬你哋，hello。跟住為你介紹嘅有吳海琪小姐，hello 你好，咁啊而家咧佢係一個保險嘅從業員，咁啊獲得咧客户提供提名佢嘅參賽嘅，say個hello先同大家，hello。程序亦都咧開啟通往工作舞台嘅大門，令到每位咧有能者可以發揮潛能，發光發亮嘅。 好，咁各位嘉賓就可以準備進行呢一個解鎖嘅程序啦。咁有請咁多位準備，三、二、一。祝願各位僱主實踐有能者聘資嘅精神，大門常開，創造一片共融嘅天空。再一次多謝曬各位主持。 人士咧就有自強不息啦，同埋無私奉獻大獎啦。另外，加佢呢個工商界咧就有知人善用同埋潛能盡現大獎嘅。另外咧就係仲有我哋首先要頒發嘅呢一個加許非牟利機構啦，同埋社會企業嘅社會關懷大獎。咁呢一個獎咧就係表揚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啦，推動關懷社會工作嘅僱主嘅。好啦，貝兒，到我下翻嚟啦。究竟乜嘢係社會？覺得就係話，先同老闆講，你有錢嘅。 请你去帮忙，同埋我自己觉得就系，一路可能我自己参与残障人士嘅活动比较多，咁我希望咧就系大家都相信路在脚下，起步个个都难，但系当起咗步之后咧，大家都可以攞到奖嘅单位啦，或者机构咧，其实佢哋故事咧应该好感动人心，但喺里边再拣一个咧，真系都几头痕嘅喎。咁不如我揾个帮手帮下你啊，好嘛？好，边位咧？ 你又做咗，你又做錯，你又唔應應，你又唔做錯，你而家成日食。哇！你真係～
呢個急手令嚟喎。係，我哋慢慢分析下，咦，最尾李嘉誠係。咁你通常俾阿李生有個名噶嘛？佢姓李係咪？李。通常叫佢做咩人啊？哦，超人。咁就李嘉誠，即係所以每個地方唔同文化特色都會有唔同嘅手語產生咗出嚟。訓練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將個困難咧係預計咗當中㗎啦。咁同埋，如果經歷咗困難，最後能夠贏到。係香港最大票務系統供應商嘅公司總裁。2009年，佢設立紅湖，開始提供支付交易平台服務嘅公司。黃繼公先生年幼時因病失聰，3年前佢創立香港首間由聾人自行組織同管理嘅慈善教育機構。提供各类手语课程，教授生活化嘅聋人手语，培养聋健手语专才。至今，报读课程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吴海琼女士因为先天性脑血管畸形，4年前大学毕业之后突然中风，虽然永久失去平衡力，行动同埋记忆力亦受到影响，但佢努力不懈，考取到财务策划资格，用自己嘅经历。向客户解釋買保險的重要性。去睇 show 咧，我哋買飛嘅時間咧就係用緊 Mr. Samuel 提供嘅服務啦。Congratulations！ 好，我哋麻煩李正先生同我哋頒發獎項咧，俾 Mr. Samuel。无私奉献大奖入围嘅人士包括何伟强先生，自小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全身关节机能只有一般人嘅30%，身体亦每日受住痛楚，但佢15年以嚟从不间断到各院舍探访，鼓励四肢伤残朋友，并且为佢哋提供支援。何慧兰女士，2004年一次意外之后，长期要坐轮椅，而且要每日承受痛楚。后来佢成立咗活出彩虹痛症互助小组，定期举行活动鼓励组员，更加带领佢哋每月探访院舍嘅其他病友同埋临终嘅病人。江允琪女士，先天失聪，曾经喺广告公司担任设计部管理，但佢放弃高薪行政。轉到一間手語協會任義務總務，策劃手語教授軟件，舉行記者會，拍攝短片，設計宣傳品等，以各種活動推廣手語。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入圍嘅朋友喺呢個時候咧，亦都有請咧，多謝張斌同我哋宣布。有能者聘請大獎是表揚一些好的老闆，他們在聘請殘疾員工的人數和比例裡面是最突出的。好，那我們現在就有請兩位頒獎嘉賓潘迪華姐姐、楊碧良爵士。多謝大兩位。资源有限公司，他们聘用了听障和肢体伤残人士负责天然蓝宝石的筛选工作，占了全体员工的一半。公司希望为社群带来增值效益，达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香港朗屏酒店是本地聘用最多残疾人士的酒店，10位智障及自闭特色的员工分别在病房、洗衣房和餐厅等部门工作，受雇时间最长的一位已经有8年。极速汽车维修护理有限公司旗下的3间分店，每间都聘用智障人士负责洗车、抹车的工作。本着回馈社会的宗旨，公司计划在新车场聘用更多残疾人士。好了，
鳩。黃色就代表私人前任大獎得主香港朗庭酒店，黑色投票啦，咁我哋咧都係會有專人咧幫我哋點票啦，並且咧就係由黃德龍會計師事務所監察整個投票啦同埋點票嘅過程嘅。哦，做咩事啊？各位，做咩？我聽到消息咧話有人要出嚟頒獎。